失眠、睡不好、无味欲望，五个角度助你快速入睡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医刘凤霄，今天再来给大家说说失眠的问题。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，失眠原因可谓是众多复杂，所以调理起来更是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。比如就在前不久遇到这样一位患者，什么问题呢？最近四年来一直吃不好也睡不好，因为工作以家庭夫妻之间的矛盾，常常是每天要么焦急心烦的难以入睡，要么就是入睡以后做梦比较多，多梦易醒，而且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平均每天夜里只能睡到一到两个小时，甚至有时还靠安眠药入睡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经过详细了解，原来这位患者除了失眠以外，平时里还会有头晕、耳鸣、腰酸等现象，并且记忆力也不好。只不过这些问题相比较失眠而言都是时轻时重，而失眠问题几乎是天天都有。那我再看看他的舌头，舌质偏红，舌苔薄黄而干，很明显这是什么问题呢？这是阴虚有热的表现。首先肾阴为一身阴之根本，并且肾开窍于耳，主骨生髓，主腰气，所以肾阴不足，脑髓空虚，耳鸣失养，便可见头晕、耳鸣、记忆力差以及腰酸等现象。还有肾阴不足，无法上济心阴，而且因为他本身就是因为工作以及家庭夫妻之间的矛盾，这些琐事也会常常劳肾耗心气心阴，这就进一步加重了心阴亏虚的状态，从而便会造成虚火扰身，那么失眠问题也就跟着出现了。所以对于他的问题要想改善，我们就需要清心降火，补虚安神。怎么办呢？我在临床上针对这位患者，首先是以黄连和肉桂为基础，取焦太丸的方义，用黄连清心火，肉桂在阴火下行，从而交通心神，避免火气继续延上，扰动心神。然后再用丹参或心血宁心神。酸枣仁是主要负责补虚，滋补心肝之血，以养阴安神。中医讲气性则血性，所以还需要再配伍一味五药，行气活血。最后为了使脾胃调和，可以再加上一味鸡内金，用以消食化积，以避免胃不和再卧不安的窘境。这样一来，患者连用七剂以后，睡眠质量就得到了大大的改善，逐渐可以入睡，而且一睡能睡六个小时。后来又稍作调整，并且因为身体虚久，嘱咐可以用六味地黄丸作为善后。大家都知道六味地黄丸主要是滋补肾阴的，而实际上间接性的也能够养心阴的，所以只要心火得到清降，心神得以安稳，睡眠问题自然就会有所改善了。大家知道了吗？那在现实生活中，平时由于操心劳碌造成心阴不足、阴虚火旺，进而失眠的人不少，所以如果你也属于这种情况，视频当中所提供的调理思路大家都可以作为参考。好，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。